Hello，新浪娱乐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今天我来挑战小浪那个 flag，你敢问，我就敢答。随便摸是吧？好了，哎，随便来一个。春天最会想做的事情是播种。不是，就是以往都是上学嘛。其实有最想做的事情，那当然就是去郊游啊，春游。以前春游都会特别开心。睡前一般要玩多长时间的手机？看我自己的状态。如果我不困的话，可能会玩的稍微久一点。但如果我困的话，就很少，就可能看一眼就是睡着那种，我就不会再玩了。睡前刷手机是不好的习惯吗？那又怎样？大家，我还不信这个世界上有谁不玩手机的年轻人。4000万粉丝福利想好了吗？会是什么？还在想吗？因为确实最近拍戏也没有想到要发什么。就大家，就容我再多一些时间去准备准备。最喜欢的二次元人物，我觉得最喜欢的话很多，其实要说最喜欢那就路飞吧。如果你喜欢的二次元作品被改成真人版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我会第一时间动漫再去看一遍，然后让我忘掉这个消息。那如果海贼王宣布要拍真人版，当下会不会非常生气？不，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拍的，因为那个要拍的话就太……你要手怎么伸长吗？手伸不长，就那个我觉得动画做出来也会蛮怪的。要说我觉得这个海贼王，我觉得暂时应该是在我有生之年应该不会有真人版的。然后现在穿的内裤是什么颜色的？我想一想啊，应该是黑色或者蓝色，还有几百钱。团队作战，如果你被队友坑了怎么办？我如果是跟熟悉的人玩，我就会跟他就开个玩笑啊。对，如果跟不熟的人就没事。还有两副面孔呢哈。如果是因为失误导致全队输了，你会怎么办？那就再来一局嘛。用与其不如造一个句子，与其这样翻，不如你直接问。就拿到驾照，还有就是再长高2公分。这两个好像有挑战的，都很简单。还是要对你的知道一下，还是有挑战。第二个有挑战性。第二个对，第一个势在必得。第一个就应该是可以的。那过段时间我们要考虑一下。好的。